香港女子桌球手吴安仪十一号在英国桌球公开赛资格赛遇上1997年世界冠军杜靴迪，在一度落后之下，反胜4-3晋级，第一次杀入英国公开赛正赛，开局先连赢66-51及56-35，不过之后被杜靴迪连追3局反超前，第六局吴安仪以56-46扳平，到决胜局在一度打出一杆47度，却被杜靴迪追近。最后他成功利用台边反弹三次，将粉红波打入右下角的袋口，以53-40拿下该局，并以总局数4-3险胜。